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中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志玲。大家好，台中市政府为扶植青年创业，希望透过台中市政府创业孵化计划，将创业资源引入台中，透过共创、共享，让年轻人大胆追梦。台中市政府推出台中市政府创业孵化计划，甄选10组青年创业团队，入选者将获得奖金，并进行为期半年的全方位辅导计划，最后举办创业竞赛，前三名的团队可获上市贵公司高阶主管对谈以及数位时代的专访机会，即日起至2019年9月20日受理报名，欢迎青年勇敢创业，大胆追梦。记者邹志忠报道。台中目前已成为台湾人口的第二大都市，如此庞大的人口吸引力，让台中成为年轻人寻梦、逐梦、圆梦的地方。市府也推出许多青年政策，包括青年返乡务农及摘星青年计划，培练年轻勇敢冒险的灵魂。位于西区却独出一格的审计新村，是将近半世纪历史的老宿舍，老旧的建筑充满了时代痕迹，如今经由政府在规划，成功转型为青年创业基地，激荡出令人目不暇给的空间韵味与独特氛围。其中保罗市集就是摘星青年计划中非常有特色的店家，运用农业策展的概念，帮助人们购买所需食材，了解背后的文化与故事。初期我们其实是到各个农村去做一些食材上的一个盘点跟调查，还有了解在地的故事。经过第二年半的营运之后，我们发现到就是说，这边的青年他不只是希望能够采买的，他更希望可以有一些共鸣的商品。所以后来我们探讨到，或许用意式冰淇淋 gelato 的呈现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我们后来就把这些食材转换成 gelato。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讲 gelato 是意式冰淇淋的一个文化嘛。那我们在想意大利人的一个生活，他不可或缺就是 espresso 跟咖啡。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咖啡特别独立出来。另一个创意新点子的店家则是 One Shoe， 鉴于不少人买鞋子时会遇到左右脚大小不同的情况，于是让客人左右鞋子分开买，不但大小任选，就连花款都可以任挑，而且店内的鞋子都是台湾制造的手工鞋。其实这家店是我跟另外一个伙伴，我们一起有这个想法。那很巧的又看到了市府有摘星计划，市府它是不只说提供一个空间给我们，他们也会开很多的课程，对于我们自己去研发产品，我们会有更多的灵感或是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摘星真的很棒的一个地方，当你没有付诸行动的时候，它永远就是一个想法而已。然后当第一只鞋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很难形容，就很感动。台中的青创基地中还有一个用时间刻下创作的区域，台中雾峰旧市的眷村社区光复新村，透过台中市政府的资源再造，由充满理想的年轻人组成的小聚落，让光复新村再次带着大家探索光阴足迹。以桌上游戏创业进驻光复新村的林家靖，摘星计划让他无后顾之忧地研发新游戏，至今已推出15款桌游，将青年创业过程的需求及其成功创业经验置入游戏里，让民众在游戏中体验创业的酸甜苦辣。我们已经开发了一款产品，好，那我们就开始去做网络上面做募资，因为这样子踏出了第一步。在做的过程当中，准备开发第二款的时候，我在骑摩托车看到摘星计划的广告从我旁边过去，我觉得摘星计划补助这么好，这样子的补助是真的在帮助有要创业的人，对我们在开发过程还有开发的一些支出会比较轻松，轻松很多了，轻松很多。我们现在已经有15款产品了，然后我们其中其实有几款就是有销售到国外去，甚至有到签约到国外去做发行。这颗热爱台中的心让他有了一个新的创意激发，搭配市府宣传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召集全台湾桌游设计师投稿，即将整合开发出台中花博的专属桌游。我们自己本身就想要做，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台中人，总是想要帮台中做点什么事情啊。
所以那时候有哎，花博在台中哎，我们应该好好来发挥，然后顺便帮忙宣传一下台中。当然要永续经营下去哦。对啊，能够传承世代这样的。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青年加农贤拜传承培育计划，打造一群台中青农生力军。过去在外商公司担任工程师十多年的青农洪良芳，2010年才转念回家。看到我母亲一个背影在那边做分级，在那边工作的一个模样，其实他们年纪大了啦。那看到那个模样的时候，我心里就是有点心酸了。其实自己也没有赚很多钱，我中间其实我有一度想要放弃，但是其实我是想到家人，因为这个家，因为我有两个小孩，那我有我自己的家庭，其实这是一个经济重担，也是一个支持我继续下去的理由。父亲的对我的要求跟标准很高。现在洪良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精益求精，力求创新。如今火龙果种植面积接近7公顷，在台中市外埔区的火龙果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哦，小小的放旁边，这小小。这颗。这个可以。台中办的这个青年农民营运的计划，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无论是农二代飘鸟回乡，或是从零开始青年创业，虽然年轻人的经验没有上一代丰富，但懂得运用新科技，共享资源，发挥创意，成为台湾未来最坚强的青年军。